成扬鞭，万马嘶吼是你英雄的出场，生死一念天地无垠，红日蓬勃也比不过你豪情万丈，逐鹿中原你就为了那一天，夕阳下我望见你调转马头，一名士我接过你千军万马，我们是兄弟，血脉相连的兄弟，同把热血浇灌深爱的土地，为家国为梦想升起希望的图腾，这是你的光荣与梦想，也是我的憧憬与渴望，爱与恨的交折，血与肉的拼杀，其实在硝烟中飘扬，这是你的光荣与梦想，也是我的憧憬与渴望，爱与恨的交折，血与肉的拼杀，其实在硝烟中飘扬，飘瑞郡王，瑞郡王息怒，庄妃娘娘有话让卑职通传。她怎么了？庄妃娘娘，她已经回了永福宫了。真的？不杀洪承畴，也是娘娘的意思。娘娘担心您图一时之快杀了洪承畴，所以让卑职来叮嘱您。可真是好险呐，瑞郡王。抽一个败军之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瑞郡王，您是大清的战神，皇上和庄妃娘娘都说了，洪承畴打仗不及您，可是他精通儒家学术，熟悉明朝的典章制度。有朝一日，我大清入主中原，他就是我们的引路人，也能够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，让我们适应对中原的统治。洪承畴有那么厉害？我看他不过就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。报，十四叔，嵩山、锦州、杏山还有塔山都以悉数拿下，明朝的八大总兵死伤过半，只有吴三桂率了部分残军逃到了宁远方向。好，这一战总算告捷了，去告诉将士们，收拾好残局，我们就班师回朝。这。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好消息呀！瑞郡王八百里加急送来的捷报。我们把锦宁防线拿下来了。朕惦记了半辈子的锦州，终于归我大清了。除了洪承畴、祖大寿等人，好，好啊！我二哥你有种，嗯，没让朕失望。去，把范大学士找来，朕要和他商议，如何奖赏这些立了功的将士们。这，皇上，您的身体……哎，没事。有这捷报就是最好的良药，快去！这，发起将士，松起大捷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锦宁防线终于打下来了，锦州终于归我大清了。二哥，济尔哈朗，多尔衮，
阿济格、多铎、豪格，还有朕所有的八旗将士，你们都辛苦了。皇上圣明。满大海，大军凯旋，臣已将率意完毕归赵。段贵，干得好啊！都是皇上督导英明，八旗将士团结一心才取得的成绩。段贵，你不愧为我大清的顶梁柱，劳苦功高。曾经因为锦州，朕降你为郡王。这次你立了大功，朕一定奖赏你，即刻恢复你睿亲王的爵位。谢皇上。话吧，儿臣有要事禀报。您先前有旨，洪承畴只能活捉，不能杀。可是多尔衮，多尔衮在。好了，有什么事回头再说。退下。洪承畴和那个祖大寿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带朕去看。皇上，请随我来。苏先生，大凌河一别，十年不见。罪臣祖大寿弃隆恩于不顾，毁心背约，实在愧对皇上。来，祖大寿，奴颜婢膝的孙子，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一天。你对得起你们祖家的列祖列宗吗？你忘了皇上在宁远城为你们祖家四代敕建的镇辽功德牌坊了？你有脸活着，怎么没有勇气去死啊？你这么活着还不如一只臭虫，便捷投敌，卖主求荣，我大明就是被你们这帮败类给搞垮的。洪大人，你父亲，可汗，父亲，我终于把你给盼到了呀。我儿这些年可好？皇上对我礼遇有加，不仅没有为难我，而且在朝中重用我。皇上是明君呐，他的气度胸襟绝对不是大明那个皇帝能比的呀。臣先前多有不敬，实在是罪孽深重，如今再次落入皇上手中，证明一切都是天意。臣已幡然醒悟，任凭皇上处置。朕怎么会处置你呢？威请先生，朕耐着性子足足等了十年，十年才把你等到，封你为上宾还来不及，朕怎么可能处置你呢？皇上宽容厚德，臣着实佩服，也万分惭愧。你还记得大凌河之宴，酒朕都给你倒上了啊，你没来，这次这酒你一定得给朕喝了。喝，朕一定喝。祖大寿，这杯卖主求荣的酒你就慢慢的享用吧。可是我想不明白啊，你死了之后你怎么去面对你们祖家的列祖列宗呢？你怎么去面对锦州城不幸殉难的几万将士呢？洪大人，我祖大寿是知恩图报之人，对大明我敬不忠，也自觉问心无愧。大凌河、锦州两次大战，我哪一次不是打得弹尽粮绝，战至最后一刻？对大清呢，我却出尔反尔，兵戎相见，又战了十年。难得大清皇帝不计前嫌，有如此胸襟，祖某心服口服。洪大人，如果你愿意，朕现在就可以把你从囚车里放出来，奉你为贵宾。皇太极，别侮辱我了。你以为大明都是没有骨气的种？你看看你招揽的都是一帮我大明的败类呀、啊、今天他们可以在你面前摇尾乞怜，明天照样可以出卖你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要杀要剐，剥皮抽筋随便。不过想要让我投靠你清朝皇帝，那你是在做梦。不信你现在放了我，我立马一刀捅死你。洪承畴，别不识抬举。皇上，这种人还留他干什么？干脆杀了一了百了。不，算了，让他骂骂，让他骂骂，心里舒坦些。豪哥，找个隐蔽的地方把他藏起来，这个洪承畴朕绝不能杀，朕得想想办法。来，戴上看看。普林，喜欢吗？看看。哎呀，真好看。喜欢，额娘，谢谢额娘。只要你喜欢呀，额娘什么都给你买。
额娘，我的礼物已经够多了。我想，怎么了？别人都有额娘，还有鞍马，可我只有额娘，我想有鞍马。傻孩子，你当然有鞍马了。可我从来没见过鞍马，鞍马在哪呢？九阿哥，你的阿玛住在很高很高的墙里面，他很忙很忙，所以没有时间来看你。苏嬷嬷，你骗人，阿玛再忙也会成福灵的呀，他肯定是不喜欢我，讨厌我，所以才不来看我。我要阿玛，我想有阿玛，我要阿玛，我要阿玛玛。福临乖，额娘下次再来看你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就要额娘。多尔衮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一回来，我就过来看看福临。哎呦，都长这么大了。福临，来，让我抱抱好吗？他是我鞍马吗？你们先回去吧。鞍马，鞍马，你一定是我鞍马。额娘，我说的没错吧？福临，他不是你鞍马。他就是我鞍马，就是我鞍马。只有鞍马才会骑着高高大马来看我的。他是你十四叔。我不要十四叔，我要鞍马，我要他对我。这样吧，福临，十四叔带着福临去骑大马，好不好啊？是这匹吗？嗯，喜欢吗？喜欢。那十四叔就带你去骑马，可威风了。嗯。我要额娘也一起去。那我再去牵一匹马来。不用了，你带他去骑马吧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得走了。走吧，孙儿。哎，玉儿，别那么急着回去。我这么一走两年，好不容易才看到你，别走啊！你知不知道这两年我日日夜夜都在思念你，我就盼着能够早一点回京，早一点见到你啊。多尔衮，你带福临去骑马吧。为什么？龙哥没告诉你吗？我搬回永福宫了，我终究是他的妃子。带我去骑马，带我去骑马嘛！就当那天晚上，你没陪我看过月亮。就当那天晚上，我病糊涂了，说了胡话。就当那天晚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，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吗？你能忘记，我可忘不掉。我亲眼见过那天晚上的月亮，你知道那天晚上的月亮有多美？可它在天上，我始终摘不到的，还是要生活在现实当中。难道我这两年拼死拼活在松锦战场上就是一场梦吗？我现在回来了，反而梦醒了。福临乖，让十四叔陪你去骑马吧。玉儿，你跟我来。福临，乖乖听话啊！
好啊，多尔衮，你出征回来第一时间不回家，提着跑到这儿来了是吧？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倒要问问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？一个皇帝的妃子宫里头不待，一个出征回来的王爷有家不回，你们溜到这儿来，当皇上是傻子，当我是瞎子？怎么，这会儿想走了？是我破坏你们团圆了是吧？多幸福，多美满呢！多尔衮，门口那个小孩子不会真的是你的吧？啊，多尔衮！你在胡说什么呢你？给我滚！我滚！我滚去哪儿啊？滚到宫里头给皇上汇报去是吗？行，我这就去，我看皇上怎么治你们这对狗男女。小月儿，给我回来！你闹够了没有？多尔衮，这是你这辈子第二次打我的耳光，都是因为这个女人。你不爱我就算了，你还当着他的面打我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。够了，你干的好事还不够多吗？因为你，玉儿被罚入行者库，她在冷宫里待了多少日子？那是因为她活该。好，你去吧，去告发吧，等着瑞亲王府满门抄斩，皇太极把我枭首示众，这都是你想看到的。去吧，你去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爱这个女人，我愿意为她生，为她死。我多尔衮，我就盼着这一天能跟她死在一起，那是我的福分，我就盼着这一天呢。你知道我这样活着有多痛苦吗？我这样活着，比死了要痛苦一千倍、一万倍。多尔衮，我恨你。小月儿，快去追啊！他想做什么，我管不着，我也不想管。你还是回去做你的庄妃娘娘吧。我只不过是一个亲王，我给不了你娘娘的头衔，也给不了你那样的尊重。我就当我是在做一个白日梦，这十几年日日夜夜都是一场白日梦。这不是多尔衮的福晋小玉儿吗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十四福晋，十四福晋，你醒醒，醒醒！豪格，你想干嘛？十四福晋，我是在救你啊！这荒山野岭的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十四叔呢？别跟我提他，吵架了吧？说我这十四叔也真是的，这么漂亮一个福晋，居然敢让你一个人跑了。
哎呀，既然你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话说这个十四叔也真是暴脾气，他要是看见咱们俩在这儿，我肯定吃不了得兜着走。撤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的脚崴了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，我这身边又没有个女眷，我一个人走不了，我也不敢骑马了，要不你背我吧。这可不太好吧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况且你还是我的婶婶，我豪格可是个正人君子。你少来，豪格，你府上的侧福晋和小妾好像比你皇阿玛还多吧。哎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好吧？那侄儿就勉为其难扶上你了。走，走，就，科尔沁的女子就是不一样啊！难怪皇阿玛为了海兰珠，把帅印都交给了多尔衮，一个人跑。看我干嘛？看路。脸的生气的样子也这么好看，我那些妻妾一个个只会逆来顺受，无趣。十四婶，我们到了，祖大寿就在里面，我们要进去看他。你是回府呢，还是在这里将就一晚啊？哎呀，我看啊，你还是别回去了。你现在回去，十四叔没准在宫里见他想见的人，你回去也是独守空房。你，况且你脚受伤了，行动不便。既然难得出来，何必着急回去呢？十四婶，你跟十四叔的事儿，小侄都听说了，小侄真为你难过。话怎么这么多呀？刚才还跟我装瘸，我不把你拿下，我就不是豪哥。多尔衮，你让我阿玛失了颜面，我要自报复仇，我也让你尝尝这其中的滋味。十四婶，怎么不吃啊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人吃的吗？啊？你们怎么能给我十四婶吃这个呢？十四婶，我命厨子给你做了几样小菜，军中简陋，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。来，侄儿陪你喝几杯。何乐辉，哎，王爷，我就知道那两个奴才办不了什么好事，所以啊，卑职早就备上了上好的酒菜，供您和福晋慢慢享用。来，那侄儿先敬你。既然十四婶不喝，那豪格先干为敬。哎呀，这个久闻十四婶是女中豪杰呀，竟然不胜酒力，这可太可惜了。你不就是想激我吗？不就一杯酒吗？喝就喝。哎呀，十四婶真是豪迈呀，真是女中豪杰，豪哥是佩服佩服佩服啊！来来，继续，来，十四婶，嘿，来再敬你一杯。
好酒啊！来，继续。十四婶，喝。来，好酒。福晋真是好酒量啊！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。来，十四婶。怎么了？你不行了？真没劲。行不行？咱接着喝不就知道了吗？十四婶，还能喝吗？谁不能喝，谁就是个孬种。你不就是想灌醉我吗？来啊，喝呀！好，好，十四婶，喝。这才像个男人嘛。卑职刚想到卑职要去看祖大寿，所以卑职先行告退。您呐，好好照顾十四福晋。十四婶，小玉儿。而且的美女，哎呀呀，其实你也不比大玉儿差嘛。既然多而寡不得，那侄儿成全你。我的小玉儿，与其你跟着多尔衮吃苦受罪，不如跟着我豪哥。我可是大阿哥，以后我当了皇上，肯定封你做皇后。至于那个多尔衮嘛，如果你舍不得，我可以免他不死，让他滚得远远的。哟呵，这面若桃花，说的还真不假嘛。恶心，真晦气。豪哥，这么轻易就想占我小玉儿的便宜，格格。刚才德禄公公派人来传话，晚上皇上要宴请八旗的将领，叫您一块儿去。让我去？哦，不光是您，后宫的娘娘们都去。您快起来，我给您收拾收拾吧。我害怕见到他，我怕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不去也得去，早晚都要见的。难道您要躲一辈子避一辈子吗？我负了他，我没脸见他。您不负他能怎么办？让他跟皇上斗去，让他把您从皇上手里夺过去。他们兄弟两个好不容易太平点儿，就别生是非了。苏墨儿，
要是我死了呢？什么？我要是死了，他们俩就不会争了，他们之间就没有矛盾了。他做他的皇上，他做他的王爷，两个人不就相安无事了吗？就是因为我卡在中间，一切祸端都是因我而起。格格，您怎么会这么想呢？如果您死了，皇上难道就不怨恨了吗？十四王爷就不怨恨皇上了，只会更恨的。十四王爷更不能平息心中的怒火，而且照现在这个情况，如果您死了，那十四爷肯定也活不成了。但至少不用这么痛苦挣扎的活着，他也可以解脱了。苏墨儿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多尔衮曾经的梦想，就是可以死在一起。格格，死是简单，可是九阿哥怎么办？难道您要丢下他不管吗？格格，您别怪我多嘴。以前您都是为十四爷活着，可是现在您得为九阿哥活着呀。他还那么小，他比十四爷更需要您。您是他的额娘，您得保护他，抚养他，引导他呀。福临生在皇家，是他的幸，也是他的不幸。九阿哥还没出生，就注定要经历这些风风雨雨。格格，以后在这宫廷的朝堂上，风波还多着呢，漩涡还多着呢。九阿哥是皇上的亲骨肉，这血脉之情是什么都割不断的，以后他肯定还是要回到皇宫里来的。如果没有您，这以后的路他磕磕绊绊的怎么走啊？苏墨儿，你说这一辈子怎么那么长，怎么过都过不完。格格，这一辈子对于您来说才刚刚开始，您总得看着九阿哥长大成人吧。福临，十四婶，那我就送您到这儿了。不进去坐坐吗？哎，算了，十四叔他不待见我，要是让他看见咱们俩进去，误会就不好了。没出息。我这不也都是为了十四婶着想吗？你倒是还挺细心的，这次谢谢你了。十四婶太客气了，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豪格帮助的，尽管吩咐，千万别跟我客气。你去哪儿了？要你管。彻夜不归，你还有个福晋的样吗？你什么时候把我当过福晋了？你巴不得我不回来吧？你怎么说话呢你？哼。十四叔，你消消气呀，息怒。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啊？昨天我在路上碰到十四婶，怕他遇到坏人嘛，就把他给送回来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不过看样子他好像不太愿意回来，所以我们就。就什么？侄儿就带十四婶在外面的行馆对付了一夜。十四叔，你可千万别误会啊！这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做。如果你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皇阿玛等着我去复旨呢。十四叔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说你不能这样，这女人是需要疼的，不是用来打的。你要是再这样，十四婶还得离家出走。十四婶，你也是，生什么气啊？消消气儿啊！要是下次碰到的不是我，是一心术不正的人，那你可就惨喽。十四叔，十四婶，告辞，告辞。
儿臣参见皇阿玛。起来吧。洪承畴安顿好了？好了，在三官庙。那地方不错，环境清幽，没人能够想到。皇阿玛，昨日在凤仪亭。你还说，昨日你差点让朕难堪。可是多尔衮他。朕知道，多尔衮抗旨要杀洪承畴。那你为什么不治他的罪呀？治罪？多尔衮立了那么大的功劳，朕现在治他罪，那不就是要硬逼着他反吗？皇阿玛，你要当心他功高震主，日后您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。你呀，还是沉不住气啊。不过这次你护住洪承畴做得不错。皇阿玛的旨意儿臣铭记在心，但是儿臣一直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一直那么看重洪承畴？他可是在三官庙用最难听的话来辱骂您。朕要是杀了洪承畴，他不就剩一具尸体了吗？那朕叫你们千里迢迢的把他给押回来，不就白费劲了吗？看他那嚣张劲儿，我估计死也不会降的。当初祖大寿还直接要拿炮轰朕呢。皇阿玛，降个祖大寿花了十年，这回降洪承畴还得花多少年呢？再说了，我倒觉得祖大寿降得不值，这十年来他居守锦州，折了我多少大清将领，还不如大凌河战役的时候直接就把他给斩了。所以说呀，你还是沉不住气。打仗治国是门学问，不能光凭义气和勇猛啊。千军易得，良将难求，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？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才是多少人都比不了的。你看人范先生啊，一介汉臣，可是十几年对大清起的作用是多少人能抵得了的吗？没事啊，多动动脑子，打仗治国凭的不能只是勇猛，得靠谋略。如果朕只是朕现在的大清版图，有一个范先生足矣，但朕的愿望，朕的目标不止山海关以北这片土地，是要入主中原，是要拥有更辽阔的疆域，朕要成为一个真正帝国的帝王。没有祖大寿，没有洪承畴，拿下了帝国就好比蛇吞象，会撑死的。如果朕有了他们，蛇就变成了蛟龙，朕称霸中原就志在必得。儿臣明白了。去吧，多去看看洪承畴。多尔衮要杀他，而你要保他。你是朕儿子，他如果真的归降的话，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的。去吧。皇阿玛，我懂了，您这招叫制衡，日后您重用洪承畴，他就是一颗可以制衡多尔衮的好棋子。总算是开点窍了。儿臣告退。今天没有外人，都是自家兄弟子侄。这两年大家跟着我都受苦了，爬在松锦战线上绷紧了线，别说是过年的时候吃顿年夜饭了，就是平时想吃顿安稳的饭都没吃上，如今凯旋了，朕给你们补上。这杯酒朕要敬你们。这些年你们跟着朕出生入死，戎马疆场，大清的每一场胜仗都是你们的功劳。朕为你们的付出，为你们的功绩，为你们身上的每一道伤，为你们洒下的每一滴血，朕敬你们。谢皇上。坐吧。哲哲，你也敬敬福晋们。
王爷们在前线拼杀，常年累月的不能回家，这后方的家业都是靠你们这些福晋来维系来打理，也正是因为你们这些福晋的支持，才使得我们大清的爷们儿可以安心铁马冰河拼杀疆场。来，我今日好好的敬你们一杯。谢谢皇后娘娘。好，大伙儿今天吃起来喝起来一醉方休。十四叔，让侄儿也敬你一杯吧。十四叔，十四婶既漂亮又贤惠，你可真是有福啊。我就祝你们夫妻恩爱，早生贵子。他呀，一天到晚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，哪像肃亲王，妻妾成群，子嗣满堂。肃亲王，你可真行啊。十四婶真是过奖了，我看你面带桃花，没准过不了多久就有了。豪哥，十四叔先干为敬了。来，请。请。诸位，咱们自家人好久没有这么热闹在一起了，以后啊，咱们得经常的聚一聚。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，朕总算明白了，我们兄弟团结一心，这才是最要紧的。什么东西都破坏不了我们的情谊，这一点也是朕现在最看重的。来，为了兄弟情谊，咱们再干一杯。皇上英明。你干嘛呀？醉生梦死，死而后已。为什么每次你见到他之后，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？你醒醒吧，他不是你的，他是皇上的，他是皇上的妃子。你这样伤着、痛着、倦着、恋着，你这样折磨自己，你知不知道，最伤、最痛的人是我。你跟豪哥眉来眼去的，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啊？多尔衮，你混蛋！我那是故意气你的。你不想想你跟大鱼儿做了什么？你还说你可以为他去死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多尔衮，多尔衮，抱紧我好不好？抱紧我。这两年来，我无时无刻地盼着你回来。我想念你的脸庞，想念你的气息，想念你的体温。这700多个日夜，我孤枕难眠，空守长夜。我担心你受伤，担心你阵亡，我害怕，我比谁都害
事情。多尔衮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女人，我长也好，闹也好，无力也好，我只是想引起你的一点点注意，只是想让你多关心我一点，在意我一点。把所有的爱压在你的身上，你也不会那么辛苦。多尔衮，我想有个孩子，一个我们的孩子。花轿声中。